老师放法了！老师放法！谢谢谢谢哥啊！这光叫什么嘞？辣妹，少来往，听到了的好弟妹，你是不是跟别人胡说八道什么了？是我胡说吗？谁到网都有嘘寒问暖的？我身边的人全都误会了。等晚上的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小五特别有心，然后给大家买了一箱气泡水，来，小五快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真的特别好喝啊！想我下班了，给你做了石榴汁，你们辛苦了，谢谢照顾小五。我一定把赶紧的。二号楼三单元，刘大爷是不是挺有实力的？知道。 不是，你跟人家解释啊！我怎么解释啊？啊，就算我解释，你说人能放人放那么轻吗？哎哎哎哎！干嘛？你们俩跟谁动手呢？你是车祸了，跟他们物业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是物业，不是你仆人啊！你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？你甩了，我在这陪着呢。只要咱们一起努力，都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不应该跟小雨的相亲吗？哎，我不方。十三，把胃吃饱啊，心情就好。啊，你看你都32岁了，还这么努力奋进，哇，多不容易啊！我谢谢你啊。就你俩。 你就说，姐平时对你好不好？还行。那是没得说。姐啊，就是想跟你聊聊天。聊天。去了不如那种看起来就很有钱，就感觉特别缺保险的那种人。傻傻的，太是。哎呀，别想了，明白了。爱美情。 无偿的，我可以交钱。我不收钱。干嘛呀？拿我衣服干嘛呀？哎，一条信息换一件衣服。哎，你干嘛？干嘛呀？你还真光着出来你？怎么了？你不怕我怕什么呀？开开，老弟，怎么了？ 就你这点儿，早。没什么，其实我真的喜欢你，但还没有爱上你。希望你就是对的人，能和我彼此宠爱。想什么呢？ 资料拿出来吧，迟到了。哎，不想掏出我的手掌心儿。嗯